是 Rank， 欢迎来到另一个 episode。我们今天会聊一下我现在的车。As you can see， 应该看起来这台车的现在的状况哦，就是 stock， 对，从头到尾是一个东西没有改过。之前有考虑，那后来就是想说，因为它有些 parts 就是没有办法那么快有货。他们的 parts， 起码就是说，Harley Davidson 来说，任何一个 dealer， 他们 parts 都是，你要什么台才定，然后造成就是，特别是现在是因为是 COVID 的问题了，所以就是会造成那个货源不足。比如说我要改，比如说好了，就是那个 pipe， 我要改 pipe， 或者说intake filter， 他都会要你等。所以我到那个时候，他说那个老板跟我说我可以换这一台车的时候，他是不包含 parts， 因为如果说要换 parts， 他要等到有一两个 parts， 好像是一月中。才到加拿大的 distributor， 从美国，然后之后还要几个礼拜才来到这里，然后还要把车拖进去帮我装，所以基本上可能就是二月三月，只是换一点东西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说不要，我就不想要那个，那还好，因为呢。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除了我的车现在是就是 stock， 也对我来讲蛮好看的啦，就是说坐上去，对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我是觉得蛮酷的啦，就是 that's what motorcycle is about， right？ 就是首先要好看，就是觉得 cool， 你觉得 like it's not cool， then it's not cool。 那这台我觉得就是坐姿都舒服，要 relax， 然后那种车就不像我以前的 Panigale 啊、R1M 啊，甚至于那个 Moto2 啊、Sports Bike， 这种车其实事实最近好酷，不是说这是真的是你会变成酷，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人都买机车了，是说你很慢，其他40、50。他还是觉得让你觉得就是，然后就 kimochi 很好那种，你懂吗？就是他就是不用你骑 sport bike， 每次发动都是拼输赢这样子，然后你慢骑他也好像觉得不舒服，机车会跟你 complain， 你也会 complain， 然后又不舒服坐姿，就是当然就是每一种机车我都喜欢 ，scrambler 什么超爽，就是站在 pack 上骑，有没有就是很舒服，每一台车的 existence 都有它的原因，然后这台就是让你慢慢 boulevard， 就是在马路上慢慢骑。那个时候我没有要换parts， 最大原因就是要我等很久，所以which brings up to the point for today's video， 就是因为大家看到我现在 stock， now as nice as stock is， 当那个老板跟我说可以帮我 customize 一下，所以它的 condition 就是这样，因为我今年本来冬天是没有要 store， 我讲过很多次说一般冬天我都会 store my bike， 冬天就不骑了，但是现在是冬天哦，就是虽然没有看不出来的，就是但看得出来了，很冷，我是准备一直放到 garage， 然后好像今天这样子，虽然很冷，但是路上的状况是可以骑哦，我就会骑。That was my plan, for the winter, for this winter. 但是他早几天前老板跟我说哦，因为他要考虑跟一个 customizer 合作，然后所以呢就
刚好那种车就是最好就是 customize 用，就是 Harley 的车基本上已经是，然后 Sportster 就是他们说，有一点就是就跟大家 share， 就是如果说你要 build 一台 Sportster， build 一台就是所谓 Sportster 的机车，你不需要跟Harley Davidson 买，因为在市面上的 parts 足够你去 build 一台，基本上可以完全不用 Harley Davidson， 基本上啦，是听说不用用到一个 Harley Davidson 的零件去 build 一台就这个样子的车出来，或者就是反正属于Sportster 家族的车出来 ，which is fascinating。所以那个老板说，我要不要把你的车去给那个 customizer 去改一下？那我说那要多久啊？要钱？他说钱就是反正他就是他会吸收重点是因为他要拿那台车去拿几个月就不能，我就是说那等于就是本来我的 plan 就是冬天都一直骑的 plan 变成现在冬天是也是没车，虽然不是 store， 虽然是半 store， 他就是会把我的车拿走，然后给那个 customizer 让他 customize 几个月，反正他 promise 我就是夏天一定有车。那到时候感觉怎么样？他说你可以有 input， 他可能某些东西，他可能某些 parts 他们想试。那但是我有要改成怎么模样的话，那是我有我的 say， 我有我的idea。那我他说你完全可以就是做主说哦，你要怎么改。所以今天的 video 就是跟大家share一下，现在看看就是 stock， 我觉得可以show一下。之前有拍到就是让大家就是 walk around 一下，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 walk around， 因为我的车就是 stock， 所以大家上那个 Harley Davidson 网站的话也就看到我的车 original 的样子，也就是也是现在这样子。我本来是冬天会骑嘛，那冬天会骑我已经做了一个 video， 是一个 experiment， 大家应该也看到，我应该会把那个YouTube 先放上来。那个 video 就是说我就是穿牛仔裤Red Wing boots， 比较厚的，就 Red Wing， 我觉得 Red Wing boots 比较厚，比较舒服。厚的 jeans， Kevlar 的，就是 riding jeans， 然后 jean jacket 加上里面还有一件薄薄的 winter jacket， 所以就是，然后里面是 T-shirt。那个 video 有讲，就是穿然后戴 helmet X14 的，手套，是怎样了？那如果还没有看那个 video 呢，可以回去看看这个 video， 就是。到底要穿多少才骑车会在冬天在多人都骑车会会暖，还是只要骑多少才让你能骑这样子。 Anyway， 那这个是那个 video， 所以今天所以跟大家 share， 我会把那台 original 这样叫做 stock bone stock 的车老板之后会把它拖去改一改的春天拿回来以外，我想跟大家 share， 那到底冬天是多穿几件衣服就 OK， 还是还有其他 alternative？ 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我现在把车 flip around， 为什么呢？我刚刚说跟大家介绍一个冬天骑车的另外一个 option。If you want to stay warm， 那个 option 就是 see this， 我会把那个电源哦，它直接连到我的电池，然后我会把那个东西现在是 mounted on the bottom， 我把它尽量 mount 到上面这边，然后我会穿一件它有 plug heated 的那个内衣在里面，所以这样子已经把那个一个 fastener 开了，然后我把另外一个也开一下，应该就是 that's 你就是 pop it out， 对，然后也没有必要要把那个再拆下来，反正就是 leave it hanging there， and then 把那个呢
看它怎么 route， 然后把那个东西拉上来，其实应该也就已经很够长，但是我看要不要把那个，应该是够长。那我们现在如果把它盖上，如果它 extend 够，哦，它不能哎，所以可能我也要做一些其他动作，还是就是这边好像也不太方便，可能真的要剪一下。那我们现在把那个先把两个分体OK， 这到底为什么 OK，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哦。好，那我先把那个 cover 放回去。好，那这个就在这里，那就看这个衣服到底能不能接到。那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桌上车，然后就可以 plug 这个进去。对，看到这样子，对，是完全够长。那今天就是有跟大家讲，过阵子车子会送到 customizer 那边，之后才几个月才会拿回来。另外就是还没送去之前，我还是可以冬天的时候骑车。然后我们到底是要穿多一点衣服，还是我刚刚跟他讲那个？好了。今天影片就先来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这个 YouTube。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 CO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然后也可以 subscribe 一下我的 channel。谢谢收看，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